我们看这一题，这一题他说哈，这个方程式的五个根哈，分别是 G0、G1、G2、G3、G4。那它在互助平面上的点哈，是一个正五边形。那他现在问说哈，这个它所对应的点是 A、B、C、D 的。那 AB 的长度乘以 AC 长度乘以 AD 长度乘以 AE 长度会等于多少？我们看 AB 的长度哈，实际上等于多少？实际上就是等于那个，这个长度嘛，实际上就等于 G1 减掉 G0 啊，取大小。那 G0 呢，实际上是一啦，哦，所以这个是一减掉呢 G1 嘛，啊乘以多少呢？乘以这个一。一减掉 G2， 哦，一减 G2 嘛，啊乘以呢，一减 G3， 啊乘以哈，一减 G4 嘛。好，那这个的话呢，我可以哈，然后把它乘在一起，再把它加绝对值，所以是，一减 G1， 啊乘以呢一减 G2 嘛，啊再乘以一减 G3。它乘以呢一减一四了。好，那我现在哈来考虑这个函数了。好，这个函数的话，或是考虑这个东西啊。我现在考虑呢一个函数哈，叫做g， 这个是 g 哈，减掉 g 一，它乘以 g， 减掉 g 二，它乘以呢 g 哈，减掉 g 三，啊 g 呢，减掉 g 四。啊，或者这个可以把它写成 x 也可以，哦，跟它配合啊，在 x， 在 x 啊 ，x， 好，在 x， 好，我们这样哈，这个方程式的话哈，你解出来的话，五个解就这个了，那这个的话呢，可以写成多少呢 ？x 哈，把它移过来嘛。S 五次方减一的话是 a 减一嘛，啊乘以多少 ？x 四次方加上 x 三次方加 x 平方加 x 加一嘛，这样子，啊等于零了哈，啊等于零。好，那它现在呢有一个根哈，就是一，就是 G 零了。啊，其他的话四个根哈，分别是这四个根嘛，所以呢这个哈，我可以根据因式定理哈，它有什么因式？它有 x 呢减 G1 的因式啊，有什么呢？有 x 哈减 G2 的因式嘛，有 x 呢减 G3 的因式，有 x 哈减 G4 的因式嘛。也就是说啊，这个多项是实际上等于多少？我就 x 减 G1 嘛，我就这个嘛，实际上等于多少？实际上是等于 x 四次方加 x 三次方加 x 平方加 x 加一啊。好，那我现在哈两边哈给它盖一啊，我 x 给它盖一嘛 ，x 要盖一的话就是这个嘛，我盖一以后的话，这个是五了，这五的话等于多少呢？等于一减掉 G1 嘛，啊乘以一减掉 G2， 乘以一减掉 G3 嘛，乘以一减掉 G4。好，所以里面这个还是五了，也就是说五取绝对值。5取绝对值还是5了，所以答案是5。